嗱呢下咧就将个波抌落去，抌得几靓噶，欧伟伦但压唔晒个位。然后麦基昂又嚟过啦，俾翻啲地方踩得好咧，再交多脚，哎呀，系咪射得咧？仲有机会就越咗位啊！徐老板头先个球波咧，我当佢冇越位，欧伟伦个估啫，搓翻右脚就面对龙门咯。正確，其实佢唔应该再俾噶啦，因为当时佢可能个睇唔到自己个环境处身处嗰个环境系点样，佢只要转身攞去右脚嗰边，已经系对住个龙门噶啦。呢个系咪级数之限啊？唔使讲啦，你睇我表情已经知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呢边又嚟过噶啦，